深度睡眠。打鼾是人在睡眠中的一种生理现象，如果较为严重，很有可能对睡眠质量和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牙齿种植机器人。
我给您消毒，咱们就手术了啊，不紧张。牙齿种植机器人通过视觉导航与图像配准技术，医生可以实时进行位姿移动矫正。不仅如此，机器人的六自由度机械臂能够按照预先设计的位置、角度自动完成定位、钻孔等操作。在到达指定的深度或识别到障碍物时，会自动停止下钻，有效保障种植的准确性和安全性。牙齿种植手术对医生技术操作的准确性要求非常高。在手术当中，由于患者处于局部麻醉的状态，头部位置可能会移动。牙齿种植机器人是如何做到精准识别种植窝位置，并实时跟踪定位呢？牙齿种植机器人配备的光学跟踪定位仪可以实时捕捉机械臂和患者位置。通过患者佩戴的标定板，机械臂可以实时随动校准，使种植角度偏差小于1度，距离误差小于0.5毫米。我们会先选择一个比较细的定位钻，制备到我们预定的深度和轴向，最终这个种植窝扩大到我们预想的深度和直径，进行种植体的一个植入，让这个种植体和我们的牙槽骨发生一个骨结合，之后呢，佩戴我们人工的牙冠，种植的整个步骤就结束了。牙齿种植机器人作为智能化助手，具有操作精准、稳定性高等优点，将会促进现代口腔医疗向着精准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数字化施工。如此庞大的机械设备却可以随着人手臂的动作而运动，这台高端的智能机械如今已经是高速铁路开凿隧道必不可少的施工利器。在它的加持下，即便是绵延千里的崇山峻岭也挡不住高铁列车前进的脚步。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席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化施工已是大势所趋。近年来，随着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加密形成，越来越多的隧道施工设备也投入使用。这其中，作为隧道先锋官的 3D 凿岩抬车功不可没。传统的开凿隧道的方法，首先需要工人在岩壁上钻孔，然后塞入炸药，最后再进行爆破。而在数字化施工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钻孔工作也能够实现远程操作。现在咱们做的是模拟操作。对，模拟操作。那我可以试一试吗？可以试一下，希望试试。我现在怎么操作？左右摆动可以控制大臂，然后上下推可以是上下摆动。这个还挺灵活的。对，就是因为我操作还不太熟练，我这个对牛孔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其实也要用新开发的技术，我们叫这个全自动钻孔。现在剩下三个角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自动钻孔技术来对其他三个位置分别钻一个孔。全自动钻孔技术是基于数字化施工而开发，工作人员只需将岩壁的泡眼布局图输入 3D 凿岩抬车，就能够根据泡眼布局图精准地找到需要钻孔的位置，只需3分钟的时间就能够钻孔10米左右。数字化施工是工程建设必经的发展之路，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它在安全性、效率、质量就是精准性，还有这个施工成本方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就是说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时间来修建最好的这个隧道。 3D 凿岩抬车的出现给我们探索岩层下未知的领域增加了一份力气。随着施工越来越智能化，凿穿巍峨高山，跨越大江大河，让高铁纵贯祖国大江南北已是指日可待了。